陈玉聪呢和朱雨谋差了将近24000，里面18个信箱，3层楼，25万新币。领先的朱雨谋要先打后打。陈玉聪准备。好，请助理。 脸部妆容有卡粉的情况是因为皮肤太油还是太干？太干，请揭晓。很漂亮，请选择。六楼之三好了。这个表情是紧张。我觉得节目的一开始这样子玩就有意思了。啊？好啊。 哇！超过他了，这最大的吗？天哪，没有，还有四万的，当然保留吧，当然保留啊，进账。哦，哇，这么亏这么紧，刚才差了2万4，我以为稳当嘞，天哪，像一口气超了6，他一口气超了6000，我觉得这个太妙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放轻松，有点很松弛的，我真的觉得你赢定了。我真的觉得你赢定了，就是看起来没有啊。赶快圆嘴呼吸，快轻松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小心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我差点缺氧，换我对不对？冷静，请处理。地中海饮食还是减糖饮食是保养血管的最佳饮食方式？地中海饮食，请揭晓，非常好，请选择。 7楼之2，普通，13000元。我觉得先 keep 住，先反超，先反超再说，先反超它，反正还有一次机会嘛。进账，陈玉聪准备，请助理。 医生医术高明，请揭晓。7之5好了。普通，12000留是不留？不留。朱雨谋准备，请助理。 地形的回春作用会造成河阶还是盆地地形的出现？盆地，请揭晓。来，陈玉聪准备，请助理。医师建议早餐的选择要选冷食还是温热食较佳？冷食。哎呦，冷食，请揭晓。我要吃沙拉嘛。朱雨谋，你的时机来了，请助理。 清洗清江菜的时候，建议要先切除根部还是洗净后再切？先切除根部，请揭晓。你不错哎，不可能，来，请选择，来个8楼之1吧。水塔边，水塔边不是最大的最小的？普通，毁了。11500，保留还是放弃？放弃。 陈玉聪准备，请助理。修法之后开放民众检举的是骑车使用手机还是未戴安全帽？使用手机，请揭晓。他还有一题，你可能没有一题了。哇，你这里非对不可。哇，因为他还有一题。那我刚应该哇，没关系，来了。请助理。是不是规定提供肇事逃逸影像，最高有机会可以领取10000元还是5000元的奖金？10000元，请揭晓。 最高有机会，这是一个对啊宣传的手法，最低起码有1000块嘛。对啊，哦，不无小补，哎，算关键的选择哦，请选择。6楼之2，妥当，可以了，24000元，保留。 当然保留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。没错，现在差距又来到20000多了。最后一题，请助理。书房还是阳台属于附属建物？阳台，请揭晓。
来，请选择。哦，哇，这个五龙还没有选，没有五龙啊。那我就八楼之四好了。13000进账，68000元，恭喜朱雨萌获胜。恭喜恭喜！送给朱雨萌，哇，很难得看到他赢出胜出啊！送他什么礼物？好，我们要送给他的礼物呢，就是 Canlink 智能养宠全家福，智能猫砂机、安全水要考量，就智能喂食器以及饮水机精准追踪猫咪的进食，再搭配着空气清新机、宠物录影机，聪明养猫让你不烦恼。全部送给你，什么都有啊！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别忘了快乐动物每晚9点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再见，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